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华老师您好。您好，主持人。华老师今天给您带来一美食，您看看。谢谢。凉皮儿是吗？啊，看来您经常吃啊。我们这个其实是宽的凉皮儿，切成了一条一条的。有的人如果不经常吃，还以为它是凉粉儿呢。哦，那真的是凉皮儿。那这是土豆粉做的还是红薯粉做的呢？这个凉皮儿是红薯粉做的。啊，您知道这个红薯粉是如何在这个红薯当中提炼出来的吗？那这还真不太清楚。嗯，那么今天我们的发明人呢，就告诉我们是如何从红薯当中提炼淀粉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淀粉俗称芡粉，作为中国传统美食的原材料，不仅可以做成粉条等主食食用，还因为自身粘性和丰富的营养，被用来作为勾芡佳品。日常的餐桌上总是能见到它的踪影。红薯作为主食的一种，因为自身高比例的淀粉含量，而被普遍作为淀粉加工的原材料使用。为了获得这种营养丰富的食材，很久以前，智慧的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淀粉提取的方法。但是，传统的人工提取淀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从清洗到粉碎，从研磨到过滤，辛勤的人们要花费将近半天的时间，才能提取出一缸的淀粉。为此，我们的记者来到河南许昌市一个专门从事手工淀粉加工的小村庄里，来实地体验一下传统提取淀粉的艰辛。是这样洗吗？是。哎，我发现这个红薯不好洗，特别沉啊！就咱们买红薯的时候就知道，特别的上秤，是吧？人工提取淀粉首先要进行的是红薯的清洗。虽然这洗红薯听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面对这堆摞在一起的一满缸大红疙瘩，搅动起来还真挺费劲儿。就直接放到这个槽里面啊，木槽里面，再弄一点吧，再捞几个。好，然后接下来呢，拿这个剁啊，要把红薯剁到像旁边的这些碎块一样这么碎，是吗？剁碎红薯是为了让淀粉在最终研磨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分离，可是这把特殊形状的剁刀却把记者难为得够呛。这怎么老是剁偏呢？这刀的方向不好把握，不像咱们这个菜刀，说往哪剁就往哪剁，这个它把握不好。你估计还要剁多久才能剁碎啊？半个小时。还要剁半个小时啊？我这一会儿我的手就已经开始酸了。快点，快点，争取早点给它剁完。没想到。仅仅是红薯的粉碎就要半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记者决定加快速度，可是没过多久就坚持不住了。哎呦，不行了啊！我发现我这个策略错了，我开始剁得太快了，不像这位大姐啊，细水长流。由于记者开始时动作太快，导致后劲儿不足，速度渐渐慢了下来。不过在另一位大姐的帮助下，粉碎的工作总算是按时完成了。啊，这可以了。哎呀，太好了，那咱们开始磨吧。经过了前两步的准备，最终的淀粉提取要开始了。记者将剁碎的红薯碎块用簸箕倒在传统磨豆腐的石磨上面，准备进行淀粉的提取。啊，放水呀、啊？哦，这是一个开关是吗？嗯、啊，往上拧。哦，往上拧一拧就把开关打开了。啊，就水就流下来了。记者和大姐一起推动石磨旋转，剁好的红薯碎块通过清水的润滑进入到石磨中进行研磨。研磨时，红薯碎块会被强大的压力碾碎，而粉碎后的淀粉和红薯的纤维组织则会变为浆质流出。由于需要四肢并用一起发力才能推动这沉重的磨台，
本来就瘦弱的记者几圈下来，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你用劲儿来呗，我用自己词儿。我用劲儿了呀，我用了不少劲儿呢。我给你磨到你吃劲儿，再吃劲儿。哎，好嘞。哎呦，这就快了。哎呦，研磨的过程可是个力气活，经过这一段折腾下来，记者是筋疲力尽，头晕眼花。地一直在转，一圈接着一圈，一圈又过了一圈，记者已经不知道自己转了多久。终于，最开始剁碎的两簸箕红薯总算是被研磨完了。现在是不是已经磨完了？哎，我发现我都快站不稳了，怪不得那个驴前面都戴个眼罩呢，真是头晕。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要把它取到盆里面。我们将研磨好的淀粉浆倒在盆里，经过了最费力气的研磨，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的过滤步骤了。相比于费力的研磨，最后的过滤倒是轻松了许多。记者很快就掌握了方法，过滤淀粉除了要不停地进行加水之外，只要来回地摆动纱网即可，几乎耗费不了多大力气。过滤好淀粉，接下来就是长达半个小时的静置，很快第一锅淀粉就过滤出来了。就在记者准备再一次尝试淀粉的过滤时，一位围在一旁观看的村民打断了记者。做这个粉条不专业，做的少，没有我们村人做的多，专业也做，成年，用的都是机械化。啊，你们那都用上机器了？用上机器了，我上生产的机器。效果比这好得多。是吗？省事省力。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呀？可以。没想到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邻村已经用上了机器，不过如此复杂的提取环节凭借机器就能够代替吗？为此记者跟随崔师傅前往他的淀粉厂一探究竟。你过来看看这机器多得劲呢，是吧？把这清洗过的红薯洗干净了以后放在这里边粉碎，粉碎了以后不是把这个粉渣或者粉末用那个盆子端住放到这里边。这是要炸浆分离机，炸给浆它分离嘛，分开。就也不用那个吊带。不用不用，淀粉不是都流到这儿，机器开开倒水。倒水的淀粉都流到这池子里边。原来崔师傅的工厂用的是分体式的机器，小巧的粉碎机代替了剁刀粉碎过程，炸浆分离机代替了传统的推磨过程。为了给记者实际演示一下机器的效果，崔师傅打开一袋红薯放入缸中，开始清洗起来。不是不红它不下，不推它不下。这都是粉末。别看这粉碎机体型不大，粉碎起红薯来还真是挺快。崔师傅又倒入一铁锨红薯，只要轻轻摁动压板，不管体型多大的红薯都能顺利粉碎，而且粉碎后的红薯渣可比人工切剁的细腻多了。不一会儿，一大盆的红薯碎渣就粉碎好了。崔师傅将粉碎好的红薯碎渣倒入另一台机器炸浆分离机进行淀粉的提取。机器开动，分离机就像一台搅拌机，红薯碎末被高速旋转的飞刀再次搅碎，在高速击打下，红薯纤维与淀粉颗粒迅速分离，再加上离心力的作用，体积更小的淀粉颗粒会通过滤网不断甩出，随着清水流出机器。整个过程除了要不停地加水以外，不需要任何人工参与，直接代替了磨浆、过滤两个步骤。
崔师傅的这两台机器还真是不错，人工几个小时的努力，这机器只要十几分钟就实现了。看到机器处理起来如此轻松，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倒入红薯，记者在崔师傅的指导下很轻松地就完成了红薯粉碎的过程。盛好一盆红薯碎渣，接下来就该进行淀粉的分离了。可是这分离过程却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这机器就咔咔了，然后还得倒水是吗？还用盆子倒水。由于在淀粉分离时只有不断加水才能保证淀粉颗粒顺利流出，而渣浆分离机的入料口有些高了，这让记者够起来很是费劲儿。这样可以了吗？还要倒水？看来就算是用机器提取淀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记者又连续倒了十几次水才将刚才放入的红薯碎渣给提取干净。好了，这都可以了。这就可以了。用住吧，松手。夹出来了。哎呀，天哪，那看来磨完这一大红薯还挺不容易的呀。有点累吧，不停地往里头倒水，这个过程累。反正全这个村庄上用的机器都是这样的。那就没有那种一体式的机器吗？就是粉碎跟这个分离是一起进行的？没有。崔师傅使用的分体式淀粉分离机虽然在粉碎时比人工快了不少，但是到了分离环节还是人工要一直加水，没有节省太多的劳力。记者决定去寻找一种可以全自动一体式提取淀粉的机器，没想到还没走出多远就在村里的另一个厂房里找到了。发明人冯德宽，发明项目全自动淀粉分离机。老冯是河南省许昌市临颍县的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自己经营着一家淀粉加工企业，早些年前就组织起村民利用传统工具手工加工提取淀粉，但是由于精密度不高，提取起来是又累又慢，出粉率很低。即使近几年用上了分体式的加工机器，效率却依然不高。于是凭借着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决定要自己制作一台能够全自动提取淀粉的机器。终于经过了大约两年的研究，一台一体式的淀粉分离机诞生了。对对，这个怎么就能把这个红薯做成淀粉呢？这装一个电子器，带住这个轴轴，带住个齿轮，转动。老冯的这台分离机跟传统的机器有些相似，也是采取手工按压式的粉碎方式。不过不同的是，老冯还在机器的下端安装了一个他特别制作的分离滚筒。老冯说，他发明的全自动淀粉分离机首先将红薯放入粉碎机构进行研磨粉碎，粉碎后的碎渣流入滚筒，由高速旋转的毛刷进行击打分离。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淀粉会与红薯纤维分离，而颗粒较小的淀粉被甩出过滤网，再由流动的清水冲出，而剩下的废渣则由废料口排出，实现了粉碎分离一体化。老冯的机器外表看起来倒是做到了一体化，但是这提取淀粉的过程繁多复杂，老冯的机器能行吗？为此我们把机器搬到老冯工厂院里的空地上，准备进行一场实地测试。一听说要做试验了，附近的乡亲们也都闻讯围了过来，想要看看老冯的机器究竟效果如何。而在这其中就有一位熟悉的身影。你怎么也过来了呢？我听说别人也租了这机器。对，租的啥人啊？看中不中啊？您觉得不好用？我觉得不好用这东西。他说
您的这个机器可能不好用。不好用呢，试试都知道了。我这个机器是用单相电机的，用照明电都可以。粉碎，我那电机分离，我那电机那电机那是也不大，也是小电机。您的也是小电机。也是小电机。嗯，我不管他那，我不管他是什么电机，他那不会用单相电机，他不可以拉得动。我觉得不好用这东西，你看着都有点嫌麻烦一点，没用我那简单。他说您这机器麻烦。不麻烦，它一体的。嗯，万一试都看了都知道了。行，那咱们就试试看呗。试试看，试试看。有道是同行见面分外眼红，这测试还没开始，崔师傅就开始挑剔起老冯的机器，而老冯也不示弱，眼看两位行家就快要吵起来了，我们还是赶紧准备测试，让机器的实力证明一切吧。洗好红薯，测试开始，发动电机，粉碎机快速转动起来。老冯舀了一铁锨红薯放入机器中进行粉碎，可是碾压粉碎的过程却并不顺畅，听着声音，机器明显感觉有些动力不足，而淀粉浆也迟迟没有流出。几分钟后，经过老冯的不断调试，淀粉浆终于流出来了，而剩下的碎渣也从机器侧面成功的排了出来。由于机器安装了自动输水管道，所以不再需要人工不停的灌水，在分离提取淀粉时，只要一个人工送料即可，十分的方便。转眼间，半缸的红薯已经被提取干净了，这可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看到机器操作起来如此简单，记者也决定上前体验一下。往前推就行了。对对对对。没想到刚才还运行好好的机器，记者一上手却突然停了。这机器怎么停了呀？使劲太大了。啊，使劲太大了。对对对，是。劲也不大呀。那这个就是单向电机拉的，这本来就是它那个动力都不大。原来老冯的这台机器只有一个小电机，却要同时带动粉碎分离两个装置，这就导致粉碎装置的强度大打折扣。如果在挤压红薯的时候用力过猛，红薯就会将粉碎轮卡住，机器就被憋停了。成台电视。老冯引以为傲的一个电机驱动两项装置的优点，却反倒成了机器的缺点。测试连续中断了几次，可是老冯还不想就此放弃，他觉得尽管动力不足，但是只要慢点粉碎，整体效率还是很高的。只见老冯咬上来几个大个儿的红薯，本来就动力不足的粉碎机这回能处理得了吗？动力不足导致红薯无法及时粉碎，已经严重影响到粉碎的效率。在旁边细心观察的崔师傅也看出了问题。这说停都停了，一点劲都没有干。我那机器都不是这样，我那机器比这快。您那机器不是这样？不是这，不会不会一样。对，我记得之前在您那儿试的机器，我这儿也使得挺大的，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吧？对。他这个就是他那机器不好用，动力太小。动力太小。没有我那有劲儿。崔师傅说，这机器如果这么运行，那效率还没他的分体式高。但老冯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的机器只要稍加调整，肯定没有问题。觉得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改想都行了，啊，我见然后改想修想都可以了，没有大问题。老冯回到工厂，马上进行改进。没想到新机器第一次测试，竟然在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破碎环节出现了问题，而其中动力不足是关键。这一回老冯直接换上了一个马力更加强大的电机，
考虑到能够处理块头不同的红薯，他还特意安装了辅助粉碎的波轮，又为了增大处理空间，分离淀粉的机身也比以前更大了。师傅，哎呦，我看您把这个机器又改了，比之前大了不少啊，这一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是改进了，不一样了。哪不一样了呢？原来它这个是老的是用人推的，推的太慢。就是我们又装一个装置，里面装了两个波轮自动进料。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减少人工了。就相当于以前咱我看咱们是这样一边推着一边进这个红薯。是是是，那个没有了。现在就没有了，直接把红薯倒进去就行了。直接进去就行了。那应该是比以前的这个速度要快了吧？那快的太多了都。那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试试看吧。好吧，好。老冯的新机器看起来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么这次提取淀粉的效果又如何呢？测试场地依然定在上次的那片空地上，由于新的机器体积巨大，老冯和乡亲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机器给搬了过来。安放好机器，一切准备完毕。这回我们一共准备了六袋红薯，让老冯的新机器一显身手。伴随着发动机强劲的轰鸣声，新一代淀粉机开动了，机器的马力明显比之前强劲许多。老冯连续放了几铲红薯，在粉碎波轮的帮助下，红薯被很快粉碎，进入到分离系统中。淀粉浆流出来了，新一代淀粉分离机全速运转，不停地吞噬着放入的红薯，不到一会儿就处理好了一麻袋的红薯。红薯不停地被碾碎分离，这一回甭管是多大个头的红薯，淀粉机都能轻松粉碎。就在淀粉分离机疯狂粉碎红薯的同时，记者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淀粉浆是都排了出来，可是这分离完的红薯废渣都去哪儿了？怎么回事啊，这渣怎么就在里头出不来啊？看一下，哎呀，哇，天哪，哎呀，全部都积在这个里面了，毛刷上面也有。渣完全排不出去，您这个机器是不是还是不行啊？这个刷子角度有问题。刷子的角度有问题。是的，是的，是，肯定是。行，那要不咱们先清理干净，咱们试试看吧，把这个刷子调调试试一下好吗？好嘞。老冯怀疑红薯废渣排不出来，是由于毛刷摆放角度的问题。他决定暂时停止测试，然后将淀粉分离机清洗干净，准备和助手人工摆动机器进行空转，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半盆乒乓球倒入分离滚筒中，转动滚筒使乒乓球模拟红薯废渣的运动轨迹。我们发现虽然旋转毛刷可以带动乒乓球转动，但是乒乓球却只能在原地摇晃，并没有被毛刷拨出滚筒。老冯似乎明白了问题所在，赶忙将原本平行排列的毛刷稍微调整了一下角度。咱们现在这个换的这个刷子跟这个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啊？它角度不一样了。刚才这个刷子相当于是它的这个方向跟这个轴的方向基本上是平的，是吧？对对对，现在我把这个角度调整了一下。调整以后，这个角度能推住渣。推出去了都。就是它跟这个轴成了一个角度了。对对对对。它就能推出去。嗯。那要不？我们还是先用这个乒乓球试试看吧，看看它能不能把这个乒乓球推出去。试一下。试试看。好嘞。我们继续用乒乓球代替红薯废渣进行测试，这一回随着毛刷的旋转，乒乓球能够顺利排出吗？我们看到随着毛刷的不停转动，乒乓球真的被甩了出去。
调整完毛刷角度，机器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的测试继续进行。可是这一次实际测试，大家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毕竟乒乓球试验只是模拟，现在放入的可是真正的红薯，这改进后的机器能顺利的将废渣排出来吗？没想到这次简单的调整还真有了效果，红薯废渣随着滚筒的旋转顺利的排出来了。曹老师，您看发明人的这个设计很巧妙，只是稍微调整了一下毛刷的方向，就能把红薯的这个残渣呢给排出来啊。开始他设计这个毛刷的方向是比较平的，所以他在这个管道运输，他希望这个方向上是没有这个方向的分力的。对，他后来把它有了一个角度，就相当于把这个一排一排的毛刷给它连贯起来，形成一个一级推一级的一个动作。嗯，就像是钻头如果钻东西的话，它多余的残渣会通过这个钻头之间的这个间隔会被排出来。嗯，咱们可以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道具。嗯，这是一个透明的管子。嗯，然后里面是一个钻头，这个黄颜色的小米就代表是它这个残渣。当我把这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是如何把这些残渣给运送出来的。嗯，钻头的运动就可以把它不断的向外给输出，对，输送出来。嗯，这实际上就和发明人用毛刷改变角度的原理是一样的。嗯，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增加了这个排除废渣功能的机器，它的实际效果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往下了解。老冯的新式淀粉分离机经过了辛苦的测试，总算是成功了。可是他顾不上高兴，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同村崔师傅的厂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崔老师啊，哎，你怎么过来了？我这机器又改进了，这回保证没问题。我对你那机器没啥信心，不中，我看不中。哎，必须试试吧。上回丢人了，再丢人还。来试试吧。嗯，那中，试试都试试吧。那咱就比比啊。中了。啊，中吧。中。原来在机器第一次测试时，本想一显身手的老冯，不料却因为机器动力的原因，在行家崔师傅的面前现了眼。这回改进好了，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老冯提出要跟崔师傅来一场真实的提取淀粉的比赛。两人最后商定用崔师傅的十台传统机器对阵老冯的一台新机器。由于参赛机器数量众多，我们决定把比赛场地安排在村口的一处空地上。村里的乡亲们听说要有比赛，都从四面八方聚了过来。甭管是参加比赛的阿姨，还是过来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大家伙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到底哪个队能够赢得比赛。我觉得传统的能赢。你也觉得传统能赢啊？为什么呀？经常用习惯了。哦，可是他那是新式的机器啊。不怕，这个用习惯了。这个用习惯了，还是相信这个传统的机器。哎，对对。您觉得哪边能赢啊？我觉得新机器能赢。为什么？人家新技术嘛，他那个技术含量高，肯定要快一些，还省人工。啊，你觉得新技术就一定比老技术要快？对对对，是。那咱们就看一看吧。行，比比试试吧。你们想不想看比赛啊？行。好，那咱们就比比看了啊。两队都已经准备完毕，作为拥有多年经验的机器队，传统队这边大家伙是有说有笑，十分轻松，而老冯却在一旁闷不作声，静静等待比赛的开始。现在呢，我们是两个队，一个是传统的机器队，一个是咱们冯师傅的新式的机器队。这个两边的队呢都有1500斤的红薯，我们看呢一会儿谁先把这1500斤的红薯给它变成淀粉，谁做的又快又好，好不好？好。比赛开始，这一次传统机器队和新式机器队要分别处理完1500斤的红薯，最先处理完的队伍赢得比赛。传统队人多势众，操作熟练，他们很快就洗好了第一缸红薯，并已经开始
进行粉碎了。传统机器队干得起劲儿，而老冯的新式机器队也丝毫没有落后。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人洗两人剪的配合方式，保证红薯源源不断地喂入机器中，机器运转正常，效率奇高。红薯入料的同时，就有淀粉浆被过滤出来。而就在此时，传统机器队这边粉碎完红薯，已经开始提取淀粉。只见大伙拿着盆子不停地往机器中添加清水，传统的渣浆分离机不停地将淀粉浆过滤出来。十台机器一起运行，效率很是惊人。本来两支队伍齐头并进，不相上下，可是没过多久，老冯的机器队却慢了下来。我一个人洗红薯，他们这十个人洗红薯。虽然老冯的新机器粉碎分离红薯的效率很高，但是由于队伍中只有一个水缸，传统队洗好十个红薯的同时，老冯却只能洗好一个，这清洗的第一关就拖了后腿，直接影响到后面的一系列环节。所以甭管老冯和队员如何使劲，就是追不上传统队。眼看着传统队只剩下一半的红薯了，就在这时，老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走。你要干嘛去啊？开三轮车去。啊？开三轮车，开三轮车。这比赛还没结束，老冯不好好比赛，去开三轮车干什么？而此时，传统机器队剩下的红薯越来越少，老冯的新式机器队还有希望吗？转眼间十分钟过去了，老冯还真的开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洗红薯啊！洗红薯！我一人太慢了，我那个三轮车洗红薯比较快，快一点。老冯顾不上解释太多，拎起红薯就往车里倒。还别说，在这关键时刻，三轮车真的帮了大忙。为了提高洗红薯的速度，新式机器队决定直接用水管将剩下的红薯一起清洗。而同时，传统队这边已经是遥遥领先，所剩红薯已经不多，眼看就要赢得比赛了。大家伙依然没有松懈，卯足了劲儿，想要一鼓作气打败新机器队。留给老冯的时间不多了，洗好了所有的红薯，该分离机大显身手了。只见老冯不停地往机器中运送着红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能够反超传统队吗？老冯的新一代淀粉分离机全速运转，疯狂地追赶着传统队，终于只剩下一堆红薯了。咱们要快结束了是吧？完了完了，马上结束了。啊！没想到老冯的机器真的反超了传统队，率先加工完了所有红薯。随后，传统队也在五分钟之后完成了比赛。现在咱们这个比赛就结束了哈。咱们这个冯师傅的机器呢，处理完1500斤的红薯是用了40分钟的时间，咱们崔师傅您这儿用了45分钟的时间，看来咱们这个机器还是不如人家的快，是吧？它快，哎，它这质量和淀粉啥样？淀粉分离的定不定啊？光快也不中啊，它快的，它把那个淀粉没有分离定，它还不是慢一点的。是不是？哦，就是您觉得，它这个质量不一定，哎，不一定，质量高，它质量不一定有我这质量高，不一定有您这个分离的干净，不一定，那咱们怎么看？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崔师傅却提出了异议，他要求比较两种机器谁提取的淀粉含量更多。
如果淀粉分离的不够干净，那么产生的废渣中就会含有淀粉浆。如果含有的淀粉浆过多，没有被提取出来，势必会造成原料上的浪费。崔师傅拿来两个小碗，自己和老冯一人一个，准备测试双方的红薯废渣中剩余的淀粉含量。我们将两队的废渣提取液体摆放在一起，静置半个小时以后，看看二者剩余的淀粉含量。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沉淀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个是咱们崔师傅的是吧？是。好，咱们传统机器的看看效果怎么样哈，把水倒掉，看看底下有没有淀粉。嗯。哎，我们看这个碗底还是很干净的哈，这个不是对吧？那个不是那个，这个是红薯渣。啊，废渣。就说如果这里有淀粉的话，它会在这个碗底。不掉。就是粘在这个碗底。对对对。您这个分离的是非常干净的，啊、是的。好，那冯师傅现在看您的了，啊、看我的。哎，你看这个渣。哎，它这就不中，你看着，看见没有？还有多少淀粉、啊？这个底下这么白，这个。啊，那都是淀粉，嗯。哎呀，很多呀，这个淀粉。老冯的机器分离质量太差了，好多淀粉都没有提取干净。要是这样生产，那得浪费多少红薯啊。可是机器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老冯却表现得很是淡定，好像他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我改改都行了，这不是大不了的问题，这很好解决。这个事儿，你的淀粉弄过来，淀粉弄过来放，这很好解决，我一改都行了。还是要改。改。忙活了大半天，结果却不尽人意。由于分离淀粉的质量太差，老冯不得不将机器搬回去重新进行修改。不过好在老冯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只见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在机器的滚筒里稍微的摆弄了几下，就改进完了。那咱们现在这个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刷子的角度不一样了。哦，嗯，这个原来的角度大了，这个换的是合适的。现在这个刷子的角度就可以让这个红薯粉末以一个比较合适的速度从那头走到这个口。是是，嗯，是的。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滤网装上，把这个盖子盖上，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到底好不好用。装上，装上试一试。好嘞。听老冯的意思，是因为红薯碎渣在滚筒中旋转的时间过短，淀粉与红薯纤维分离的不够充分，那么简单的调整了毛刷角度，就真的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吗？我们又搬来几麻袋的红薯，准备实际测试一下经过改进后淀粉分离的实际效果。改进后的分离机出渣的速度明显慢了许多，那么我们把机器停了，来看看这回淀粉过滤的干不干净。这个渣哈，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方法来看一下这个渣里面有没有淀粉。咱们还是把这个渣放在手里面，给它挤出来。您觉得这回能分离干净吗？非常干净，保证干净。保证干净啊！那一会儿咱们再给它沉淀下来试一试。记者用手挤了一碗红薯废渣流出的液体，还是同样的静置半个钟头，究竟这碗废液中还会含有多少淀粉呢？好嘞，咱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底下到底有没有沉淀这个淀粉出来。这个丝状的是不是淀粉啊？那不是啊，那不是，到最后就知道了，那是细渣。这个丝状的不是淀粉吗？这细渣。这是细渣。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淀粉的话，它还是会沉在碗底，对吗？对对对。会随着水流出来。是是是。这全部细渣。哦，
对，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啊，跟这个之前是不一样了。没有淀粉。这个碗底这一圈儿，这个碗底这一片都是白色的这个淀粉。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回红薯废渣中几乎没有一点淀粉，淀粉分离不净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回想起上次和传统机器进行比赛，看来三轮车清洗红薯的过程还让老冯记忆犹新。他觉得对于连续的大规模加工来说，自己的机器还是不够自动化，于是他又对机器进行了改进。这回不但安装了自动清洗红薯的装置，还增加了将红薯运送至粉碎入口的传送装置。为了再一次增加机器的处理效率，新安装的滚筒也比以前更大了。王师傅，哎，又送了一台新机器啊！啊，是是。这机器是越做越大了哈，那它这个工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呀？啊，这个是清洗，红薯直接进去，这进去后转动把那土清洗掉，机器就给它洗干净了。对，再自动进入这个。输送机进入以后，它自动输送到那个粉碎机。老冯发明的第三代全自动淀粉分离机，增加了自动清洗进料装置，红薯被旋转的铁质滚筒剥洗干净，通过旋转叶片运送至粉碎机进行粉碎。原有的分离滚筒变为了两个，经过旋转过滤，大部分淀粉会从第一个滚筒排出，而少量还未和废渣分离的淀粉则进入第二个滚筒继续分离然后排出，大大提高了淀粉的提取质量。老冯的机器是越做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全，但是没有经过实际测试，这看着有点像拼凑起来的机器真的能做到全自动化吗？这一次记者提议再去找老冯的对手崔师傅，请他和老冯进行一场终极比试。第二天一早，崔师傅和他的队员就早早起来，将需要使用的机器装车赶往比赛赛场。我们把终极的比赛场地设置在村里的某工厂大院里，今天的比赛规模空前，村里的乡亲们听说要进行最终比试了，都赶到厂里凑凑热闹。甭管是参赛的还是围观的，大家伙都为即将开始的比赛忙碌地准备着。机器调试完毕，现场顿时紧张起来，比赛双方各自摆好阵势，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好，接下来呢，咱们要进行这个一场终极的比赛了哈，还是分两个队，一边是咱们这个传统的机器队，啊，一边是您的这个新式的机器队，每一队呢都分有三吨的这个红薯，我们看你们这两队谁先把这三吨的红薯给它处理成淀粉，谁的速度又快，处理的又好，好不好？好，好。你看冯师傅那边有20个人呀、而且都是处理这个红薯淀粉都10年以上，每个都是好手，速度都特别快。人多都不一定行，我的机器，俺的机器快，我们机器快。你们觉得机器快？你们这可就三个人啊。我们保证能赢他。保证能赢他。保证能赢过他。你们怕不怕？不怕。不怕。那咱们就比比看了，好不好？比比看。好。听我的口令啊！预备，开始。随着记者的一声令下，最终的比试开始了。今天对于双方来说可是一场硬仗，我们为两队各自准备了三吨红薯，由崔师傅的20部传统机器对阵老冯的最新式机器，人工队人数占优，起步很快，几乎瞬间洗好了红薯，已经开始进行粉碎了。而新式机器队这边也丝毫不落下风，新安装的清洗滚筒效果惊人，翻滚的红薯很快就被清洗干净，转而进入传送装置。老冯的新机器全速运转，一麻袋一麻袋的红薯被接连不停地清洗输送，经过分离后的淀粉浆连续不断地喷涌而出，
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而人工队这边粉碎完红薯，已经开始了分离淀粉的工作。虽然老冯的新式机器效率惊人，但是人工队这边也没有落下，大家伙干劲十足。凭借熟练的技术以及数量上的优势，分离出的淀粉浆也是源源不断的流出，一时间两队是你争我夺，齐头并进，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所有参赛队员都专心地投入到比赛当中。可是就在比赛越来越紧张之际，老冯的机器却出现了意外。卡住了，是卡住了，是卡住了，螺丝也松了。对呀、啊、对呀、啊、我调一下。为什么就会卡住啊？再一松它都上面继续照样粉碎，它不分裂了都。哦，就是相当于说这个袋子，这个地方本来是压住这个皮带轮的，是它是压张紧轮的啊，压皮带的啊，压本来是为了压住这个皮带的。对，但是现在这个松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使上劲儿了，它不转了，它不转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滚轮竟然使得整个机器都停止了运转，老冯赶紧叫人进行修理。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更是将机器的所有部位都检查了一遍。虽然老冯的机器熄了火，但是传统队这边可没就此闲着，大家伙干的是热火朝天，清洗、粉碎、过滤。即使面对繁多复杂的加工环节，传统队依然紧张又有序地进行着。眼看着传统队已经远远超过了新式机器队，而老冯的机器却依然迟迟没有发动。终于又过了将近十多分钟，老冯的机器可算是修好了。重新调试好机器，老冯抓紧一切时间开始猛追。成袋的红薯被不断的倒进清洗滚筒里，新机器恢复了之前的效率，大量的淀粉浆被分离出来，而传统队这边所剩的红薯越来越少，眼看着就要完成比赛了。最后一站，老冯也是拼尽全力，新式淀粉机全速运转，究竟谁能赢得比赛的胜利呢？完了完了，处理完了，真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没有了没有了。我看这里面还有两个红薯呢，又是两块，在桥道里面了，这就不算了，没有算了吧。咱们一共三吨红薯哈，剩下这两个红薯咱就不算了，咱们就把机器停下来吧。咱们比赛已经结束了，您这边可是输了。输了就输了。最终，老冯的新机器率先处理完了所有红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对于比赛失利，崔师傅却不以为然，他还是提出要进行淀粉提取质量的比较。崔师傅提取出一碗红薯废渣的液体，我们还是把它静置半个钟头，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好，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看一下，把这个水倒出来，看看有没有这个淀粉。毛了没有？一点点也没有。那是渣，你看看有没有。嗯，这次不错，人家这机器确实不赖。那它这个分离的，你觉得它分离的干净不干净啊？干净，差不多，和我的差不多。那就是咱们这回比赛可是真的输了，速度没有人家的快。那这没办法，人家的质量、人家的机器好，人家这个他们那个机器确实不赖。冯德宽发明的全自动薯类淀粉分离机
通过不断的研究改进，最终成功做到了对于红薯、土豆等薯类原料的清洗、运输、粉碎，再到最后的淀粉提取等四个步骤的全自动化。这个薯类淀粉提取机，比方说马铃薯啊、红薯，从入口进去，它可以直接清洗、粉碎、提取淀粉，到废渣分离，一步完成。这样的话可以做到非常高效，第二呢，能够节省人工、节省人力。那我想，如果有改进之处的话，就是能够在工艺上做些改进，能够更加节省水能源，在节水处理上更进一步。我想呢，这样机器会更加完美。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华伟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云淡风轻满地金，葵花落子丰收时。可是这收完葵花籽，葵花杆该怎么利用？一个别出心裁的点子，一台构思巧妙的机器，且看它如何将葵花杆推陈出新。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葵花杆新生技。